Yun Wei Doom Pin Wu， 欢迎来到吃货多吉 Foodie Doggy， 我们来到了新竹，位于新竹北区火车站附近的原味炖品屋，他们家必点的就是卤肉饭，还有他们的炖汤以及卤白菜。看看它滋味可口，非常漂亮，烫青菜，营养要均衡哦。卤白菜软嫩鲜香，再搭配上他们的卤肉饭，肥滋滋，但吃起来一碗接着一碗，这个配菜一点都不马虎。来到新竹必吃，有好几家炖品屋是他们推荐，但我个人钟爱这家。看看这个汤头，金黄金黄，再看看这个肉，软嫩多汁，来试试看吧。